等纸笔，一切都好安静。泪水太的流星，只剩决心。爱你的心，我无处投递。如果可以飞檐走壁找到你，爱的委屈不必澄清，只要你将我抱紧。如果预知到想你的夜慢慢好就觉得生命不尽人生，如果预知到他不会纠缠的牢牢，每个心痛过一秒，每回哭泣过一秒，只剩下心在祈祷你不会知道。如果预知到想你的夜慢慢好熬，每个思念过一秒，每回哭泣过一秒，就只剩下心在祈祷你不会知道。谢谢。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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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我觉得你唱得非常好，一开嗓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我只能讲我很喜欢这样。谢谢。你为什么来参加达人秀呀？因为我听说12到13周岁应该就小孩子要变声了嘛，然后我想把我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消失的这个声音想要留在很大很大的舞台上。哦，跟你分享一些个人经验，你知道苏叔叔是什么时候出道的吗？反正我还没出生那个时候。这个接得太不好。我以前是小虎队出身的，出道开始唱歌的时候我正是变声期，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凭着我的像鸭子的嗓子，我就红遍了大江南北，你知道吧？所以我告诉你，变声并不可怕。你的态度真的很好，就保持自己，有一天变声了，你的声音永远是个最棒的回忆。你叫伟忠爷爷，我听听看。伟忠爷爷。Yes。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人吗？像我这样的。你答对了，给你一个 Yes。六月哥哥这票很关键，当然是给你个 Yes。谢谢。恭喜你得到了4个 yes， 你成功了。谢谢。